被包围了，不灭之刃准备汇合。是。我准备了一份小礼物，看看号称精英的不灭之刃是否能在绝境中一如既往地发挥实力。不灭之刃还真够顽强的，不用担心你的同伴，为了公平起见，我会给他们每一个都送上同样的礼物。看着战友倒下你还能笑得出来，真是个冷血的家伙。我只是在想，当你落到天命手中时，我该用什么手法处置你。我讨厌不能兑现承诺的人，杀了他。